爱奇艺爱撩专访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am 邓紫棋。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参加《我们的歌》第二季？这个节目还挺有意思的。一开始你怎么样去盲配，然后你盲配你还不让大家知道你的对象是谁，然后彩排啊什么的，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幻想里面去彩排，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，我觉得真的挺刺激。接触了几位嘉宾后，你觉得哪一位和你印象中的差别最大？孙楠大哥，他说他不敢跟小春哥去争夺盖，原因是因为小春哥已经出道36年了，是他的前辈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没想到就是孙楠大哥是这么好玩的一个人。